这个你们靠你们在前线啊，扛住顶住。Fighting between Sistro and take care of our doctors. Buongiorno Milano da Palazzo Marino. Ieri pomeriggio i rappresentanti di 3.000 famiglie della comunità cinese di Milano.习近平主席导你们立志促进中意青年思想对话和文化交流，促进中意人民友谊，我对此十分赞赏。希望你们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，成为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。一般来说，这个作为病毒性感染，我刚刚前面也讲的，
当中，我们闽南的方舱医院朱金亮秘书长、周建煌主任协调好闽南的各个侨界。我们在座的各位侨里，你们是关键性，这个会搞得好不好，你的会长是决定性。一定会按照刘总的指示啊，继续把这个工作做好啊！谢谢大家。向我们领区的各位侨领，向我们领区的所有同胞们，致以对城市的节日慰问，祝愿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安康。要踏踏实实的帮大家。经过我们各方面的这个协商之后啊，拿出一套的方案，就解决这个贫民窟里面的侨胞们一些吃住的一些问题。好，多保重啊，身体保重啊，这里是两个月的放假。多少位侨胞提供了这样的服务呢？三场四场的疫苗接种已经为300多人侨胞接种了疫苗，接下来还有连续4天，每天将近为55人接种疫苗。青年总商会帮助侨胞永不止步。帮助侨胞渡过难关，战胜疾病，我们加油！加油